年岁过霜江后，年如斑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日日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做这个短发发型教程。那么今天我们需要用到的发片呢，只有这一样，就是一个曲曲发的发片，这个是只有一卡的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头发分成上面两份，下面一份，然后上面两份需要扎起来。然后我们把这边也扎起来。我们需要把它再扎一层。然后取出两个一字夹，把它翻过来夹住。这样就夹好了。然后我们来拿出这个发片，把发片有小梳子的这个地方向里，然后这边用两个小夹子固定住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得到了一头这辈子都不会得到的浓密的长发。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头发从后面分出一部分，像这样分出一半。这样分出一半之后呢，再从这一撮头发里面分成两部分。然后我们把一部分的这个头发编成麻花辫。编成麻花辫之后呢，我们把它这样，绕一圈，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，然后用一个小夹子给它固定一下，这样绕过来，这边也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，然后把这个发尾固定住。然后我们现在的头发是这样的。然后这一缕头发呢，我们给它打个结。这样打的结之后，把这个打结的部分放到头顶，盖住这个假发片的边缘，然后用小夹子固定住，这边也固定一下。然后我们拿一个发网，这个隐形的发网，把它套到这个头发上面，拉过来，给它藏好。然后我们再把这边这个头发固定起来。这样呢，我们这个发型就完成了。然后我们来戴上头饰。
那么我们今天的教程呢就是这个样子啦，有没有很简单呢？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